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中间有超旺财，入边金晋升，外边系勇进齐心啊。内栏第四位系新明之星啊，中间第五白色鼻姑咧就露露爽啦。内栏第六粉龙帽就极速满贯啊，红衫蓝眼罩，咁啊中档位置仲有刀灵勇士啦。接咗入内栏啦，就系武林至尊出边精准快车，后边三只试跑得香飘万里啊，暂时垫后系嗰只银骏嚟噶。好啦，转满贯弯，前面放嘅马咧系嗰只超旺财啊。金晋升咧，咁啊揼低个头，一路捉嘅都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嘅马内栏有新明之星啦，外边第四位勇进齐心啊，再后多层啦，出边啊精准快车啊，内栏大约跟住个第五六位啦，咁啊有呢只极速满贯啦，中间第七就露露爽啊，外边红衫白帽咧尾五系刀灵勇士啊，后边四只武林至尊喺尾四内栏啊，出边香飘万里啊，尾二系试跑得啊，暂时垫后仍然系嗰只银骏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落中尾段，接近呢个六百米段处啦。放咗出嚟嘅马咧，仍然系嗰只超旺财嘅金晋升攞咗出去二搭咬上啲啦。内栏第三就新明之星啦，第四位精准快车，第五位内栏咧粉红帽嗰匹啊，就系极速满贯啊。咁啊，再见到红衫攞出去外边啊，就系刀灵勇士啦，中间夹住勇进齐心啊，尾内栏入直，尾五内栏入直路就系武林至尊。后啲嘅马先见到香飘万里嗰啲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就系超旺财啊。呢个时候见到咧就新明之星率先将佢赶过，外边追上嚟啦，就系刀灵勇士啊！咁啊，在外边追嘅马咧，仲有试跑得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透出嘅马就系刀灵勇士，外边追有试跑得，最出位置仲有银骏，接近终点，刀灵勇士终于赢啦，跑第二名，外边有银骏追上嚟，中间试跑得，第四名咧就新明之星啊！结果呢只刀灵勇士都真系征战咗好多场啦，咁啊，结果就跑得赢啦，打开胜利之门，第二名以为试跑得嘅时候，银骏啱啱过咗佢。第四名是新明之星。好啦，终于将头马上映下啦，呢只系白鹤刀灵勇士田泰安 6.3 倍胜出啦，咁啊跑第二名咧就系三网银骏啦何泽耀，第三名七号啦，咁啊试跑得霍宏星，咁啊第四名就系二号新明之星黄志宏。好啦，终于出头啦。咁下次系咪真系唔使再追？唔系唔系，我都希望佢继续跑得好嘅。你头先吹水系咁样讲啫。咁啊，赢咗先啦，今晚啦，今日啊。咁啊，睇翻张相啊，第二名啊，银骏啊，出边追上嚟啦。第三都系后上噶，咁啊，试跑得啊。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八號嘅刀靈勇士啊，獨贏派63.5，位置派19.5。跑第二名咧就係三號嘅銀進，位置派22.5。跑第三名係七號啊，試跑得，位置派63.5。連贏位三搭八派254元。二重彩八號、三號順序派452元。三重彩八號、三號、七號順序派8287元。單 T 派1811元。位置 Q 三搭八派81元。七搭八派224.5。三搭七。派366.5，跑第四名就二号啊，新荣之星。时间1:41.21啊，我七个第二，终于都赢翻场啦。啲重播啊，揾紧啊，武林至尊啊 ，Michael 弹两个字，塞车，系塞车，真系塞咗。我塞下嘅都冇啦，企起身啦。系啊，其实都塞咗一阵间，跟住索性就企起身，都冇乜点跑嘅啫嘛。咁啊，冇咗啦，有啲大热门有。泡汤了，咁啊短途又放头嘅话，跑翻一里又系追嘅喎，咁啊尾场都一里嚟嘅吓，一路系咯三班追都攞出去出边追，出边咯一定系咯，即系好似即系上半场咁咯，嗯嗯，咁個檔啊入翻啲，咁啊唔使留到包尾啦。刀靈勇士，如果包尾可能有 pace 嘅咋，仲要拉頭馬啦。跑到第28場啊，真係等咗好耐啊！哎，又見到爸爸媽媽一齊啊，田泰安啊。咁加少分都仲係留喺四班嘅。好啦，睇下四连环预计派出啦，二号、三号、七号、八号派3313元。四重彩预计派出啦，八号、三号、七号、二号顺序派66077元。佢着数咗啦，好多位置今季都冇喐过啲分。系啊，咁啊下配会到得嗰两个分上落啊嘛。仲要上次跑第三，仲减翻一分添，系嘛？
即係八至五十之間咁走賺。好啦，咁啊嚟緊啊星期六喎嚇，咁啊賽事沙田，咁啊泥草混合賽1:00開跑。好啦，巡邏影片睇翻啊，步速咧就較慢嘅。起步啦，中間嗰只勇進齊心咧，同上次贏馬嘅處理就唔同嘅，佢又變翻好似以前咁樣啦，積極上前。咁但係結果咧，翻到嚟就比較早冇啦。超旺財就順勢放嘅，金進星咧報文跑呢只馬跑幾次咧，都留得唔係咁靚啊。今次亦都唔例外，一跟前望空咧，萬披城咧，佢就有啲鬥啦，人馬角力。埋邊新明之星想偷噶啦，翻到嚟咧就第四，外邊就勇進齊心啦，走住外邊咧就精準快車，中間白皮箍就路路爽啦。至於埋邊咧就極足滿貫，後邊田泰安就有啲擠迫，走出個三搭咧就都靈勇士，跟住香飄萬里啦，武林至尊，尾二位置是跑得包尾咧追好多啊，銀進。咁啊，都預期都係呢只超旺財放㗎啦，不過就翻到嚟都停得幾快啊！入直路頭都唔係好多，後邊咧新明之星啊，都係接一接啫，翻嚟亦都唔夠開邊嗰啲冚。咁但係報文嗰只一路你見佢聚咧，好似聚得好辛苦咁啊，跑呢只馬。係咯，個頭啊耷得會比較低啲遠途啊。你又覺得好似早段已經用多咗啊，翻嚟又唔係好強。好啦，都靈勇士田泰安呢度開始鏟佢啦。佢就呢個位置就發力先啦，你一最後嗰兩隻都其實仲爭啲距離嘅，而家輸個馬位三四位之間。哇！嗰只銀進真係蝕到不得了。係啊，試跑得都蝕嘅。起碼就唔會塞咯，你睇入邊嗰啲武林至尊。唉，不過就追唔切，你都好強嘅，其實銀進追上嚟，佢後嘅試跑得仲衝得勁過佢，無奈真係又輸蝕咗啲太後啦。好啦，第八場都福邦完不排彩作實啦。位置 Q 三搭八排$81，七搭八排$224.5，三搭七排$366.5。二重彩八號、三號順序排$452。四連環二號、三號、七號、八號排$3,313。四重彩啦，八號、三號、七號、二號順序排$66,077。孖寶派彩頭關二號，美關八號派$721.5，頭關二號，美關三號，安運獎派$128。分段時間頭段28:35，第二段23:88，第三段24:53，末段24:45，總時間1分41秒21，比標準時間慢超過1秒。